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今天也跟艾丽一起玩吧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艾丽要介绍一下艾丽最爱的朋友，那么进来吧。啊，我最爱的朋友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认识吧？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朋友，叫辛德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我呀，朋友们，我叫辛德拉，星星的星，没得的得，拉面的拉，一定要记得哦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她是印度尼西亚古灵精怪少女，她的名字就是辛德拉，啦啦啦啦啦。那辛德拉今天呢，跟我一起要做的是甜的杯子，甜的杯子，甜的杯子，那是什么？气球跟巧克力来做杯子。哦，那杯子可以吃的吗？当然呢，因为用巧克力来做的呢，就可以吃。哇，很有意思的。对，喝柠檬，然后弄完了以后再扔那里可以吃的。不过，艾丽知道怎么做吗？当然了，那就好了。OK， 所以艾丽就带来了气球。已经做好了，你呢？我也做好了。OK， 那现在一共做了四个气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刚才不是说嘛，气球还需要什么？巧克力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艾丽已经都准备好了巧克力，笑等一下。好。当当。辛德拉，看一下，这个是艾丽带来已经融化好的巧克力了，看一下。很棒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气球呢放在这里头去，然后蘸一下巧克力就 OK 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对了，辛德拉吹这个气球之前呢，一定要把这个气球要洗干净好。对 ，OK， 干干净净。艾丽已经都洗干净好的气球了。是的 ，OK， 那开始了。OK， 那稍等一下哦，你弄一下，艾丽又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巧克力表，好，好，艾丽准备好了，粉色的，哇，巧克力笔，那就在这边，把这个粉色的巧克力笔用上，哇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。做好了，哟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艾丽带来了黄色巧克力笔，那么这样吧，这个是你来弄，辛德拉弄的，好，开始，开始。做好了，那最后两个一起，不错，黄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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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 ？OK， 哼，等等，完成了。不过现在呢，还没结束呢。哦。要等三十分钟以后就可以了啊，三十分钟没问题。是不是要弄在冰箱？那去冰箱吧。哦，那好，去吧，走吧 ，Go！ 哦，辛德拉，好像是巧克力呢，已经干好了。但是这个不是杯子吗？稍等一下啊，让气球消失。啊！哎，小姐。
对吧？对，这就是什么巧克力杯子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黄色跟粉色混合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哇，非常美非常美。然后这个是粉色的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呀？黄色。然后这个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哒哒，哇，还有巧克力豆。哇，怎么样？很好。好，那么你随便放吧。我随便。啊、好的。好。哦，我要这个软糖。软糖。哦。哦。艾莉也要开始弄了。现在还有吗？啊，我觉得呢，嗯，还是要多一点的好看。对吧，看你想更漂亮吧。好，那么辛德拉，这个是杯子吗？嗯，一般杯子呢就喝什么呀？杯子，嗯，喝水，喝水，喝牛奶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又准备了。这个是辛德拉的牛奶，这个是艾丽的牛奶。好的，这个你放这边。好的，好。现在辛德拉的牛奶。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没想到，哇哇，我们做的真棒 ！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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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那现在我们快点喝吧。OK。那么要干杯。哦，好紧张。辛德拉还是最。啊！怎么办？巧克力都融化了哦。啊，有办法。我们那个吸管。哦，吸管。吸管太难。没有啊。快点。这个是草莓味的牛奶，不过呢，草莓草莓味的哦，草莓跟巧克力味混合在一起更好喝，更好喝呀！真的，哇，挺好，为什么呀？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哦。虽然现在艾莉的这个杯子呢已经都融化好了，不过呢，没关系的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哦。看一下，有巧克力吗？好，朋友们也要在家里做一下吧，非常简单哦。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巧克力杯子呢，成功啦！朋友们，今天艾莉跟辛德拉一起做的巧克力杯子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辛德拉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当然很有意思。想起也跟我一起玩吧。当然。好的，那么跟我打勾吧。耶！滴答滴答，小雨小雨。